多一位小客人。看我的标题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标题，我取得，我觉得我取得很好。忘记拿水了，我要去拿水，再见。开播的标题，先等大家进来好了，我来吃晚餐。谢谢马季的应援团，谢谢马季。大家看我的标题，大家可以出去再进来，然后就可以看，是吗？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才可以看到标题，我觉得我标题选很好，大家赶快去看我选的标题。谢怀的红包，谢怀。看不到了吗？为什么？为什么会看不到？真假的？
在吃什么？我在吃麻辣烫。阿莫总开始吃，不要啊！我打握手会后会后会。不觉得觉得很好吗？握手会后会后会。哎，握手会后会后会。谢啊 ，Kira 的和你一起，谢啊 ，Kira。太会了吧，是不是？也要宣布什么吗？有，有要宣布什么？有，所以要等大家慢慢进来。有要宣布一些东西，不是宣布啊，就只是重新再讲一次。嗯，不会很严肃，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嗯，不然觉得很好吗？握手会后会后会，而且那时候在讲，没有，不会，还没，没有，我们进度没有那么快，不好意思。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变数，所以还不确定。嗯，那种事情不会在直播上面讲啦，在直播上面讲也太那个了吧。可是没看到会后会后会，嗯，那个我知道可以不需要打哦。我听不明白。他不要偷偷吐槽哎、欸，我救不了大家哦。看要什么时候来讲，十分钟吧。对啊，先不要，真的先不要。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就是觉得还是要再重新再讲一次吧，让大家可以记得了，好不好？喂。那时候知道那个握手会后会后不对握手会后会之后，然后我们林一家女我们在讲电话，然后我们在说那个握手会后会很像一个口号，就是大家当我那个那叫什么爱的鼓励嘛，后嘿那个握手会后嘿，嗯，还是很白痴的一个烂笑话而已。这种感觉，不要再会议室了，不要再会议室了，待会再会。好，我来讲，等下我涂个口红再讲。好的，我开始讲喽，大家注意听哦。我开始讲喽，蛮重要的哦，蛮重要的哦。要看我直播的话，蛮重要的哦。我开始讲喽，好的，大家都知道我就是第一次直播，就有跟大家说，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聊天室的一些规则嘛，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有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好，可能大家不知道，但现在就跟大家讲，就是我一开始直播就有先跟大家说我聊天是希望大家不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但大家也没有到，就是之后也没有到说什么不好或什么，只是我想要再讲一次，因为还有新增一些东西。像是我那时候讲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吧，我忘记我第一件事情还是，反正就是我记得我讲说，就是同一句话，同一句话不要打超过三次，就是我想回的话我就会回，如果超过三次我都没有回，那代表我就不想回。对，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握手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也不是一些人吧，可能就是几个人吗，就是反正就是听到有人来跟我说，就是有时候聊天室大家只是在跟我开玩笑，希望我不要那么严肃。就是我可以知道大家想要跟我开玩笑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音乐是不是太大声了，就是开玩笑这件事情，开玩笑这件事情，就是我是想了很久哦，我想了很久，希望大家可以感受我的用心，就我想了很久要怎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聊天室这就是开玩笑这件事情就分成两点，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什么事情加上哦我怎么怎样开玩笑的，那大家就可以大家就是不是大家了，就是那个人就必须说，就必须笑笑说哦好那没关系，就是这是第一件，就是聊天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可能你们想对我开玩笑或是什么，假如好了你们对我开玩笑，或是你们对某一个人开玩笑，就 A 对 B 开玩笑，但是 B 觉得这不是一个玩笑， B 觉得这是一个不尊重的语言或是之类的，就即便其他什么 CDEFGH 就是大家其他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玩笑，但是只要被开玩笑的那个对象觉得那个不是一个玩笑的话，那我觉得那个玩笑就不成立。就是可能我跟大家接受玩笑的程度不太一样或是什么的，就是我知道大家希望我不要那么严肃，但是有时候如果大家讲了一些我觉得不是那么有礼貌的话，我还是会没有很开心。我不希望就是我自己默默的不开心，然后造成就是我不能讲出来的话，然后造成之后的直播气氛或是我对直播的印象，直播的感觉不好，这样会让我对直播这件事情有点疲倦之类，就是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讲清楚，讲清楚听起来很凶，就是想跟大家说好，就是这是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开玩笑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哦为什么瑞婷就是常常就是一直觉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可以先想想自己讲这句话到底是不是 OK 的，可能你可以接受，那如果你可以接受我不能接受的话，那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看我的直播的话，那就希望你可以体谅我，而不是说就是你可以接受那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就是每个人接受的范围都不太一样。对，这是开玩笑的第二点。然后第三个呢，是我希望我的直播不要留档。对，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蛮希望我的直播不要留档，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就是不方便或是怎么样的地方，就只是我自己个人的希望而已。对，就是或是大家如果想要留档的话可以自己保存就好，或是可能如果你想要留那次的档的话好啦，还有说是你想要留那次的档的话可以问说哎，那这次直播可不可以留档，就是如果等一下大家不要这样子，好好那留那如果我那一次直播不想留档，我再跟大家说不要留档。那如果我没有说的话，就可以留档，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大家，好，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大家不要再耍好忧伤了，大家不要再耍好忧伤了，可以吗？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这样子可以吗？好，我感受到大家想要留档的部分了。好，那如果那一次直播不想要留档的话，我就跟大家说这次的直播希望可以不要留档，好不好？然后如果我没有讲的话，那就是可以留档的意思 ，OK？
吗？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会已经回答过一个留言，然后如果那个留言再重复出现的话呢，我会觉得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明明就已经讲过了，就是然后又再问一次这样子，就是可能有点微微的。今天可能要到结束我再跟大家说，好不好？好，然后就是如果我之前已经回答过的，如果是晚来的话，那可能可以先加说，哦，我刚刚因为怎么样没有听，或是我刚刚不小心没有听到之类的，可以认真讲什么的，就是不要重复的东西贴两次，这样子会让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有礼貌。然后如果是同样的留言出现的话，那我已经回答过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说，哦，我已经回答过了，这样子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回答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点打乱我的步调，好吗？以上握手会后会后会的公告就是这些，希望大家可以听进去，然后如果没有听到的人可以截这段给他看之类的，就是对，想发问请说，嘿，好嘿，请说，你要开始组，我自己分是不是？那你好可爱，可以留，可以问句的话。就是问句那种，不要一直留。差不多。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以上所说的，尤其是开玩笑那一部分，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不是说我太严肃什么，可能我也真的比一般可能大家的接受度来的小，或是真的有比较严肃，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再调整，我可能会再调整，那我希望大家也先遵守好我刚刚说的，说自己好可爱的可以吗？可以哦，只是我会无视你。开玩笑的没听到，开玩笑的没听到是不是？那我要再讲一次吗？还是我再讲一次？我要再讲一次吗？就是其实我不希望我他有什么不想聊能问吗？纯粹就是一个感觉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就是觉得不留档比较好，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如果大家可能留了一些我不想看的，就是开玩笑那一部分，或是同样的话那一部分，就是如果大家留了一些，或是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或是如果我已经说不要再打这些东西的话，然后你还继续打的话，那我可能真的会把你ban掉。就是我已经明确的说不行之后，你还是一直犯的话，那我真的是，我也会觉得很烦啊。怎么会讲太直接啊？就是我不希望我的一个心情，然后影响到那些乖乖遵守规则，然后再看直播的粉丝，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很不公平，然后对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营业的，就是营业啦，怎么讲，就是活动吗？就是直播方式。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开心的话，我之后的状态，就算我没有跟大家说哦我现在怎么样，但是我跟大家的反应什么的也会影，就是我的心情也会影响到这些嘛，也会影响到这些反应。那如果我在一个不好的情绪上，然后跟大家做这些反应的话，那也是不好的，就是接下来的东西都会是不好，都会是没有那么开心，或是没有那么正向，或是没有那么有趣的内容。那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这样子很不好啊。对，好吗？差不多就是这样。
为了直播而直播，什么意思？也不是说为了直播直播吧，直播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啊，就是我们不能说想直播，我们可以想直播直播，但是我们不想直播的时候不能不直播啊，就是这句话也没有想到很多吧。对，好，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把刚刚我说的那些就是整理起来或是截起来给没有看到的人或是新加入的人之类的看，这样子比较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差不多就是这样。好的，我们要正式的开始握会后握手会后会后会。谢谢鹿的香槟，谢谢。然后有时候我不知道会握手会后会后会。耶、yeah ！还是大家想要先，大家想要先听握手会的，还是想听握手会后会的？谢谢 Rain 的香槟，谢谢。哦，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握手会的时候，有一个粉丝问我说，就是我喜欢什么花，但是其实那时候情急之下有点脑袋宕机，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比较完全正确的答案。就是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满天星嘛，但是我之后回去想了之后，我想到的是。向日葵，我最后想到的是向日葵。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忘记补充，就是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违反了或是怎么样，然后被我提醒了之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个表示，说知道自己对，嗯，会有点难过，不想面对。这样的话，对啊，我就是突然回去想说，不对，满天星好像不太对。然后想说，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花，但是我想不起来，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怎么会有最喜欢的花想不起来的问题？但就是有。然后我想起来之后才说，不对，是向日葵。对，我最喜欢的花是向日葵。可以的。握手会后会听到握手会跟握手，等一下，你在握手会后会后会听到握手会跟握手会后会的词。越想越不对劲，不会哦，看到范范蛮开心的哦。向日葵，没错，是向日葵。越想越不，什么意思？什么叫越想？你说是那个满天星的向日葵吗？对啊，哦，真的吗？八月是向日葵的季节，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对向日葵就是有一种命运的感觉嘛，就是因为我小学不是小学，幼稚园的班是向日葵班，然后那时候那个向日葵班的老师人很好，可能就此接下了我喜欢向日葵的种吧，到现在还是蛮喜欢向日葵的，情急之下，可能满天星是我第二喜欢的花，因为我喜欢的花就是那种比较小花的感觉，就是那种。桂花我也蛮喜欢，桂花小花，同学是小心跟风签吗？怎么办？不是哎、欸，老师他喜欢老师吗？哦哟，可是不是，这真的是向日葵班。我待过两个幼稚园的班，一个是樱花，不，一个是樱桃班，一个是向日葵班。这是真的侮辱，也是幼稚园同学，什么意思？才不是。大家上班是不是真的不是很重要？向日葵，向日葵。握
握手会还有什么事情吗？哦，我记得有记得很清楚的事情是有一个粉丝就是进来就只是跟我讲冷笑话，然后就走了。但是我觉得他讲冷笑话还是蛮好笑的。还有什么？还有我的女伴穿了是那个水手服，我真的很开心。当然没有穿的人，我还是没有穿的人，我也很开心。有来见我都很开心，但是穿水手服就是觉得哦好可爱哟，受不了。但有来见我都很开心，好不好？好不好？我都很开心，大家能见到大家我都很开心。OK。哎呀，爸爸不叫广智，真的有啊，真的有。隔壁班是玫瑰班，没有。哎，我没有见过人长，哎，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长。其实，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长，哎，记得压远一点。哦，没事没事，还有下次嘛，还有下次，不然可以写信啊，你可以写信，或是下次可以写信啊，写信。这广告也太多了吧，我找一下没有广告。 No ADS。完全一样吗？真假的？完全一样吗？欸，其实我跟大家说我没有看小新，欸，我没有看蜡笔小新。我应该跟大家说过吧，就是我不喜欢看那种主角很笨的，我不喜欢看主角很笨的卡通，所以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很了解。哦，对啊，还有那个线上的大家我也很期待哦。很期待，我很期待线上，哎，因为就是怎么讲，就是很期待啊，因为是第一次线上，所以很期待。结果还是漏掉一堆，没事，可以写信或是可以下次。其实小新很聪明嘛，真的假的？小新很聪明吗？真的假的？幼稚园的园长都负责整理花圃跟拿午餐吧？真的假的？还是其实我的老师里面有园长，只是我不知道。主角很笨，对啊，主角很笨，我不喜欢看主角很笨的。线上可以看小张。对对对对，有人懂，没错，看到他露就是他的背部的时候，我就会生气。我不会生气，但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想转台这样。鸣人呢？鸣人，我不是一开始说我看得很不爽吗？就是一开始看就会觉得他到底在干嘛，这样就会觉得很气。没有，但是看到后面气的不是他，看到后面气的是小樱，所以鸣人就会变得还好，就不会那么生气。真的假的？他只是行为很笨，对啊，他行为很笨，我就不行啊。鸣人感觉比小新，对吧？对吧？我也觉得，是比较出来的吗？可能是感觉出来的。我应该不喜欢，对，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我没有很喜欢哆啦 A 梦，没错。Open book 。我喜欢的，我没有喜欢中二的好吗？我哪是喜欢中二的？我没有喜欢中二的吧？我没有喜欢中二的吧？有吗？我喜欢中二的吗？哪有？我喜欢的哪有很中二？我喜欢的都是智商在线的好吗？
就像我跟大家说，就像我有时候看 Spy Family， 我也会有点小生气。柯南呢、喔？我不太看柯南哎、欸，但是我还蛮喜欢怪盗基德的，纯粹外形，纯粹外形。就是对我有时候看 Spy Family 会很生气，因为阿尼亚很笨，不是很笨，就是有点，就是有点很故意啊，不是阿尼亚不是很笨，他就是，他不是故意去开他爸爸的那个吗？他不是故意去开他爸爸的那个东西吗？然后我就会有点恼怒，我就会想说，我就有点没有办法。阿鸟才五岁，对不起啦。阿鸟才五岁，也是哈、哦，阿鸟才五岁，好吧，对，后面就还好。他是小孩耶，不是，这是动漫的问题，是动漫的问题。对，就会觉得，你知道吗？就是他明明就是可以智商在线，就会觉得他明明可以智商在线，他只是个孩子，好吧？他哪有不会说话，明明就超会说话，你不要在那边骗我。对，他比我大两岁，我才三岁。这有点难哦，我觉得我跟小孩点水火不容，我不知道啦。毕竟我没有，就是我没有 ，OMG， 我没有去，就是需要去接触小孩的需求，所以我也不会主动去接触小孩。欸，有人说阿尼亚四岁，有人说阿尼亚五岁，是到底是几岁？还是三岁？还有人说阿尼亚三岁，哦，不对，是我三岁，对不起，是我三岁，哈哈。一股热血番的主角都很重，可是我都不是喜欢主角啊，我都喜欢主角旁边的。报警报警什么意思？我可能没有，我现在才看到第三集。我跟大家说，我就是我真的动漫倦怠期，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动漫了。我现在在看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看什么。要是没有，要是主角没有热血，中二故事很难演下去。哭我爸没有，不会，没事没事，没关系，还好，这个还好，就是这种会是这种比较怎么讲，就是轻松的动漫的话还好，就是不是那种需要剧情，也不是说不是需要剧情，怎么讲，就是比较轻松啊，这动漫比较轻松就还好，而且我也没有很认真来追，就是我最近就是看不完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动力，大家懂吗？没有那个动力。我不知道，我已经这样好久了。对啊，我真的这样好久，我也觉得好困扰哦。哎，我还倒是真的蛮想看的，可以吗？我已经很久了，我大概已经快两个月都这样，三个月。我已经很久，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动漫，但是会想要看动漫，但是就是又会没有那个动力。就是我连《鬼灭》的第二季其实我都还没看，油锅篇我都还没看。啊，有，我们搞不好可以看到库拉皮卡下船喽，这个还蛮开心的。我觉得看剧还是不会想要快转看，我快转看的东西都会是那种就是不太重要的影片，我才会就是像新闻类的那种，我就会快转看，除非很艰深难懂的我就不会了。
其实家都看服装，作者超会答。天哪，我哥真的有够宅的，我快疯了。你把外套拿去穿，真的是先不要，我没有追这一，不行啊，我还不是你把我外套拿去穿。哦，你要穿那件吗？哦，对，因为我穿我哥的外套。哎、欸，那件很厚，你会热死。哦，最近有没有别的？哥哥，我们挺你。你们知道他穿什么？他穿的真的很宅哎，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他穿 VTuber 的外套吗？大家都知道是谁是吗？ VTuber 外套不是很多件吗？我觉得会买的大概是这一件，真的没关系。会不会出任意门？什么意思？画出任意门？你说为了下船画出任意门吧？什么意思？穿得下、哦、就是很大件，所以很好穿啊。你说我穿你的外套吗？就很好穿，它很像棉被耶，它真的是，对啊，它就是我的棉被。哥哥好油，称赞的意味，哥哥赞。哥哥酷哦。学习，什么意思？要从头看吗？可能哦。对啊，他一天活一夜超酷的啦，监督自己，大家监督他。不是还有超多就是假的嘛？就是仿，不是仿的，就是仿嘛，就是做，就是办一个账号跟附近的账号很像那种。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无法。我刚说到一半，就是对，就是我油锅篇，油锅篇也没有看完，就是因为我如果重新出第二季的话，就像如果我已经出了第五季，我就从一看到四，然后直接接五，就会觉得那样看比较有感觉嘛。可是。因为我知道就是第二季出完了嘛，可是我第二季我就想从第一集开始看，然后看到最后一集，就最后一集啊，就是目前动画进度的最后一集，就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我就想从第一季的第一集看到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但是我从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始看的时候，怎么样？就是看的当下会觉得。很好看，没有错，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动力想要继续看。大家有懂我意思吗？还是大家不是很懂？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一个动力的感觉，动力火车，不不，对不起，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动力的感觉，不是没有爱啦，也不是没有爱，就是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看，对，就是没有 feel。动力火车，欸，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我原本想要分享给你们，但是我忘记了，就是这种接在后面的那种，我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很好笑，真的会吗？我觉得不会，我会很期待动漫要怎么画，但是就是一个没有 feel。没错，就是没有 feel， 就是没有那种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唱歌，但是其实我喉咙有一点状况不是很好，最近这几天，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本来想从就是那时候大家投稿给我的歌里面选一首唱，应该没事，应该没事，应该就是小小感冒而已，应该没事，应该没事。
是说，请说。我们来讲握手会后悔的事情吗？握手会后悔，后悔。没有，不会痛了，不会痛。只会一个 OK， 让人有点不是很开心。我也不是要跟你报备的意思啊，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回个 OK， 你让我再跟你报备。好，回个 OK 是可以的。哦，对 ，Reset 上架了耶，大家听了吗？太激动了吧！大家听了吗？大家听了吗？但是有那个啊。那个，这一分钟，哎，我看一下我这只手机能不能播，好像不行哦，因为账号的关系，好像不行哦，还是其实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太好了。哎，我不知道我可以，是不是可以啊？真的假的？是不是可以？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哇，我现在我刚哎，等一下，哎，可以，哎。可以，我刚刚都在用一些需要看广告的播音乐。OMG， 竟然可以播，给大家听我的声和声呗，我到今天才知道，他有和声。哎，我到今天才知道他有什么回击，回击。这边是我唱的哦，这边是我唱的，大家。怎么会这样？我们来听，还有我的另外一首《白色情人节》。不是，我是不是被逗乐？我是被我自己逗乐。我现在才发现有和声，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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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日什么意思？初日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跳过初日，哎，什么意思？哦，对啊，我可以唱给大家听，只是我会忘词而已。王一佳跟熊妹，但王一佳的声音也太明显了吧？大家有听到那个打吗？公演第一场，哦，第一场 reset， 什么意思？开始跳 reset 的时候不是就分组了吗？对，就是那个的，没有破啦，没有破。哎，你们这样讲他们会生气哦，没有破。没有破啦，怎么可能会破？没有破啦，
哦 ，uni 哦，我以为在说分组 uni， 对啊，就是亲吻，到底亲吻还是接吻？是接吻哦，是接吻，接吻。然后听什么？听可以做你的女友吗？好，不要，因为我觉得大家会留言，不要。那要听什么呢？对啊，接吻的歌词亲吻，没错，所以大家都会搞混，对吧？混哪？你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播给大家听。我觉得大家不会很腻吗？就是大家每个礼拜，不是每个礼拜啦，就是每看公演看那么多次，然后现在还能一直听的话，我觉得很厉害。就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一直听，因为会很腻啊。然后讲会不会就会议室啊？应该不会吧？这样就要去会议室，是想怎么样？应该不会吧？不会腻吗？太厉害了你们！哦，对了，因为我们练习听更多次也是。也是哈，也是也是，你听爆哎、欸！啊，给大家听，我那时候有分享那首歌，是突然，也不是突然。怎么讲？就是突然想到那首歌，然后开始听。这首很好听耶，这首是很久以前的韩文歌。这首很好听。好听的歌不会腻。买新歌听，有很多首轮流听的话还好。我的歌声听不腻，哇！那你会讲话哎、欸？大家都那么甜，也是，也是。去会议室没有便当可以吃啦，没有便当啦，搞不好连茶水都没有。搞不好总有卫生纸。好，我赶快，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因为平常只能在公园听，所以一想到现在这种听就很棒，好棒哦，你们好棒哦。对啊，只有一家。会议室不会有姐姐啦，会议室应该直接有老，直接是老板吧。
叫一家用组长家事情，什么意思？一家不是我的组长。一家不是我的组长。你说会议室组长吗 ？OK 哦，会议室组长是想怎样？你播了三十次，太厉害了！像魔力林一家领专属休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休息的地方，不需要去公司。谢谢，谢谢。上面那一颗有点喊口，哎，喊出来的话也很精彩，喊出来的话又跟我说哦。饮水机，饮水机在会议室外面呢。黄金会员，市长，你们烦呢。能多说的就是那样。我刚才想握手会讲完的话，会不会能说什么？那想会不会你没什么能多说？好像就是那样，就是那样。上班。上班骑车，我懂。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在可能走路的时候，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人的话，我可能会唱。但是不是吃午餐的地方吗？但是不是吃午餐的地方？对，我推荐大家看那个，这个真的很好看。我没有讲出来哦，所以浏览应该不会看到。推荐大家看那个真的很好看，就是这个就是重点，所以我才说可能没有办法浏览，应该没事啦。我没有说是要看什么，重点很多嘛，大家。对啊，大家真的都被猜了，真的。我本来就是还蛮，就是做梦了，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就是灵异家庭在同一，而且这也是被猜，我觉得天使团被猜的是我应该最难过，因为他们三个同一组，我自己一个人在另外一组，哎，啊，没事了，没事，真的没事。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啊，没关系。没有，大家没有看到我，因为我坐在后面，大家没有看我的反应。很好。大家没有看我的反应其实也是蛮 real 的。你还打他都没有哭诉，没有，不会觉得你很烦啊？然后他们组个关我什么事啊？
对啊，菠萝陪我真的是菠萝陪我，真的是菠萝陪我。我最近有在玩吗？没有哎、欸。没事，海海先讲又没关系，他只是还没讲到。我那时候因为他站在我前面嘛，我在他就是他是我在这里，然后他是在这里，然后镜头是在这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镜头是这样子拍着他。然后他在讲的时候，然后我就这样，他就说对，我还没讲，而且这里是他原本还想讲灵异家庭还是怎样的，我说天使团啦，他就说哦我还没讲到啦的。真的没关系啊，林一家永远不会，永远没有团聚的一天，真的没关系啊，真的没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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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啊，没事啊，没事，没事啊，没事。我那男的很大，因为我就想说，哎，只有他们三个，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一组，什么意思的？没有啦，没事，真的没事。嗯，广义好像有讲吧？他说什么？哦。他说，他说，对啊，我们的愿望，对，他好像有讲嘛，我们的愿望就是我们三个能跳一首 UNICH， 没错，灵异家庭的愿望就是我们三个能一起跳一首 UNICH， 但我希望我也是以正式生的身份，而不是以研究生的身份跟他们一起跳。然后天使团也是一起挑一首 UNICH， 哎，你很赞，大家！天使团如果四个人都是正式生，然后一起挑一首 UNICH， 是不是很棒？啊，我自己开始跟那个，是很棒，蛮好的吧？听起来就很不错。而且那时候我不是第一。就是现场第一个被叫到要去 UNI 踢吗？然后就是现场，因为前面被叫到都是在线上的，然后我是现场，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别看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吧？这就是看哪边的效率比较高啊。真是不好说哎、欸，希望可以达成这两个愿望。而且我觉得一家长得很好。生日愿望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我去，生日愿望有一点为难，这样子，对，但其实大家就是不是听不清楚到底是 T 还是 P 吗？其实我们也听不清楚，那时候。我还愣了一下，然后是看成现在举那个 T 跟 P 的牌子，我才知道是哪一组。没事没事，我们的耳朵都一样。他总说我今年圣诞节突然超改，我刚。实话，好吧，但我爱，但王一佳讲这个我还蛮爱他，我根本没有给他看过，我根本没有给他看过。
管怎样都会是可爱的，所以他也不算是骗你啊。我应该我蛮想的耶、欸、没有啦，赶快补一句没有了没有啦，等一下真的可以留吗？你看吧，我就说就是有时候我刚刚就说没有，不是很想要留档，就是这样。没有了，我刚刚没有讲出来我要走去哪了。对啊，我应该直接走去 T， 没错，我直接走去 T 了。我蛮想的，我蛮想的。一家是未来人，对啊，一家是未来人啊。一家是未来人啦，他直接通灵我的那个圣诞 T 的样子，他直接通灵我圣诞 T 的那个图案。不是啊，一家也没有算说错啊，因为不管怎样都会是可爱的，好不好？真的假的？一家很棒啊，一家回的很好哎、欸，太有趣了。就是要这样回才会得到我这个，才会得到我这个回应，不是很有趣吗？给一家一个赞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鼓励一家。一家其实还蛮压力还蛮大的，可能等真的开始实行的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多多鼓励他，是偷偷跟我说，对他真的偷偷跟你说啊，他没有说错啊，他偷偷跟你说。我现在念榜 ，OMG， 我今天从第七名开始，第七名开始念，第七名是 Akira， 是 Akira， 谢谢。第八名是不。第六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第五名是马尔济，谢谢马尔济，谢谢谢谢马尔济。第四名是鹿，谢谢鹿，谢谢谢谢鹿。第三名是 Rain， 谢谢 Rain， 谢谢谢谢 Rain。第二名是怀怀，谢谢怀怀，谢谢谢谢怀怀。第一名是熊熊，谢谢熊熊，谢谢谢谢熊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他是偷偷跟你说啊，跟打要留吗？大家觉得我刚刚讲那个是可以留的吗？大家觉得是可以留的，是可以留啦。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留哎、欸，我不想要去会议室。可以留吗？真的可以留吗？我应该没有吗？可以吗？大家不要为了想留就说留哦。大家如果不能留的话，还是要说不能留哦。好啦，那就先留。毕竟前面也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你听我跟你说的都没事吗？我真的是很想啊，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没事。我什么失言？没有啊，你没有失言啊，你没有失言，你很棒哎、欸！而且我是一直在找对白，一直在有讲别人吗？我怎么会很谢谢？我也谢谢你，一家还好吧？一家没有，我觉得这一家，我是知道有，就是没有留档，是真的不能留了。最近对不对？大家真的不要留那个档，为了我们着想，那个档真的不可以留，好不好？直男的部分，你说柏林的裤子吗？没事，你可以问他，你可以问他说，瑞婷说你有一件渲染长裤，可以看一下吗之类的，你就会 get 到现在的新流行。好。哦、oh, 对，我所谓有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一开始好像有些人的描述是不是很快，然后我有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有去反应，好像有好一点，对不对？对，有变好，是还蛮好的。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想说，就是大家每个人也都，也不是每个人，就是在我去反应之前，每个人都好像很对啊，好像我也觉得有点太快了。对，大家有觉得正常就好。
有点微夸张。没事没事，我有去反应了。大家之后没有浪费，没有浪费。对，其实我还没有想好我要穿什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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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知道。好，大家不要再切，我帮大家反应了，好不好？大家不需要生气。觉得你那个呛是真的有一点，没事没事，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哦，我的肚子在叫哎。对啊，合照会穿圣诞 T 就对喽。好，哎。好，我接收到大家的不满了，有我去反应了，好不好？我去反应了，那时候就我当下就马上反应，好不好？大家不要再去，不要再去，我也没有办法，大家，我也没有办法。好，大家不要再去，大家真的有点，大家不要再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是我，我也会很生气，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大家的想法。好，大家有我去帮大家反应了。没事没事，乖乖乖，太气了，大家有点太气，有点。没事没事，有我去说，之后就变正常嘛，是吗？之后就变正常。好啦，我觉得喉咙状况真的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再讲话。你再醒一下。我不习惯，对，我要去休息了。希望大家今天直播一开始讲的事情很重要哦，再三提醒，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为了大家看直播的体验感着想，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好吗？希望大家今天直播看得开心，然后我们。下礼拜是端午节，下礼拜是端午节的话，下礼拜是端午节的话，应该是礼拜四直播，礼拜四的同一个时间直播。大家在看官方脸书公告，除非我记错这样子，但是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礼拜四的同一时间直播这样子。好啦，希望大家今天直播看得开心，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